你要不要再开车了？很乖，我超乖。试看看这种东西盖了会什么效果？你想干嘛啦？哎，我想一下哦。不是，我真的必须要说，远远这个怨念太深了，因为很烦啊。太大了不行。我这个是谁提的、啊？看一下。哦，是瑶哦。哦。哎呦，烂透了。是谁娘瑶？烂透了。不是，我觉得不错啊。有人招吗？马上就被骂烂透了。但是没有 feel， 盖起来没有 feel。你知道什么 feel 啊？我的天哪、啊！我说应该换个颜色才对的。可丽，我问你哦、喔。怎么了？你的题目那三个英文可以打出来吗？不行，都不行。都不行。我直接回答你，都不行。好难哦、喔。随便假装一下。好像不太好盖的感觉耶。A P P。啊。啊，我知道了。我要问什么？等一下，我忘记了。他根本只是为了叫而叫，你知道吗？哎，我回来叫你而已。很难弄。好难弄。啊，这个事情就是屁孩露米会做的事啊。我的呀。过，跟你讲，这个盖完了，这个我盖的栩栩如生，一定可以猜到。那个很好，很简单。嗯，这么快就过了？你太快了，你也太快啊！啊，他就很快、啊，平常都这么快就对了。没有我可以快可以慢的。现在是开，今天是开车吗？我没开车，我没开车，他没开车很快。没有啦，没有，误会误会。应该差不多吧。这个就是有点叫哦哟，这个好完美啊！好了，算了，就这样吧。也太快了吧 ！Yes， 你们到底有没有在盖啊？你到底有没有在盖啊？真的有在盖吗？怀疑啊！哇，跟你讲，下一个一定猜中。真的吗？那没有猜中怎么办？我觉得我应该会，我还不够本体没有猜中，我呛爆他，我呛爆下一个，呛爆下一个，下一个还有下一个不是我，跟我没关系。我怎么记得好像是我呢？可以啦，我觉得大家猜的一字不漏，好不好？我的妈呀！哎呀，哎，好，我颜色改哦，好像也可以哈，改颜色。嗯，为了硬。标题，好像其实没什么关系啊。就先啊、哦，对，法师要多久？应该不大，还不止我一个。我在看他有没有怪怪的。好呀，嘟嘟好呀，你们。不要那么快！好了好了，要多久？不改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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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女人，你不用盖得太粗哦。好，我觉得我盖得很逼真。太粗是什么形容？因为他之前都盖得很粗。没有好吗？才一次而已嘛，你干嘛对他的粗特别有印象？为什么要对我的粗有印象？一次就印象深刻了。太好笑了，真小啊！按下去了，法师。我很想，要多久？按了，不要只会想。可是他不允许我这么的随意。我的天哪！这样子，好了，按下去了，按下去了。对啊，哦，你们太快了。按下去了，啊、你們超快的、欸！你们几个男生在快几点呢、啊？天哪！你看他都在默默的开车啊！哦、我都知道为什么这个会变的开车。对啊，哪有啊？女人是男生吗？我们只要保留这部分，好了，啊这边就算了。啊，好快！这边好快，看不出来，这边就算了。哦哦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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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怎么真的太棒了、啊？
你这都靠观众是不是？这个人也没有了。可以啦，等一下他们一定猜得出来。我跟你他们都帮我补墙而已。补墙壁吗？差不多。按下去啦，法师。好不好？就这样了。那我按，然后你们剩下两个，其中一个不可以按哦。我，反正我还没好，不要紧张。我一直觉得这声音好像有人在剪指甲。谁？我。是你没有一直听到那个？华鼠声。对，你讲。啾啾啾啾啾啾。是这样子吗？这样子不太长啊，隔中间有还有接起来的，就可以吗？这个怎么？要多久？要多久？要我要继续催你们？要多久？看不到画面了。洋洋太久了。不管了，不管了，这个还在盖。太久了，洋洋。啊，算了算了，就这样。那个猜题的，我先。对。你这样太慢了。我很努力了。要多久？这我哇靠！你这样太久了，快好了，快好了，都干了，场面都干了，我都不知道讲什么了。把它弄湿就好了。什么东西？哦、你够了没啊？等一下，我再看，差一点点，差最后一条东西。我的天哪！那就一条啊，没办法。也、欸、不是我们，这样应该可以吧？就这样啦，好丑啊，这个。随便啦，我也随便啦。好了。等等等等。哎呦！什么？什么？这什么？这什么东西啊？哦，这是什么？哇！啊啊！这是什么？什么啦？露米你在干什么？怎么会有花？怎么干的东西越来越奇怪了？哎、欸，圆圆，你这个是字吗？你是写字吗？巧克力这个头是啊。这什么东西？你被我大概看得懂。那是露米在干嘛啦？吧？什么屁孩耶、欸！你这什么东西？你怎么在盖一个十八禁的东西？啊、对，十八禁哦、喔，真的有十八禁哦、喔，十八禁。阿妈，你这什么？我看不懂哎、欸，正常。你要从正侧边看，哎、欸，侧边对。那你正常了？十八禁啊！我想办法勾歪楼哎、欸。难弄这个？什么、欸？我真看不懂。哎、欸，这个是谁盖的？猪都被削丝了。猪嘞、欸？有人把猪打掉是不是？他把猪盖住了。欸、对啊，猪嘞。猪嘞。不对，我上面要找猪。这个吗？是这个吗？好像是、欸，我忘看到他嘞、欸。露米，你这题目真的很奇怪啊！你怎么会盖到猪都被压住了？秋风是不是一点都不正常？我完全不知道怎么用比较好的方式去。什么东西？不止你的，好像不，不止一个人把猪给埋了。你们怎么盖的啊？泱泱对泱泱，你们？我觉得法师很不优，法师真的很不优。那、啊、就哎、啊、就出题了嘛，你去怪他。我就保留了那个前面的部分而已。我再帮你盖回去，好不好？你保留的太传神了，盖不回去了、啊。就是他要的都是那部分而已、啊。奇怪，你是怎么盖在猪上面的？我知道。哎呀，我看到什么就猜什么。我也看到什么就猜什么。啊！不管了。这样太直接了，好想拿歪螺。好想歪螺是传统，是不是？好难哦，一定歪。下一棒加油了。我觉得我猜的很好吧？我猜的很正常了，好不好？我猜得正常一点了。哎、欸，我这边还在，不然太歪了，给救出来啊！哦，哎、欸，没看。打比较正常，如果是叉或者是其他的就怪怪了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对啊，我把那个后来都没办法埋回去、欸，你们刚到底怎么埋的、啊？这样这边空格也尴尬。小米，你不用改人家建筑啊，你干嘛？因为他无法你干嘛？取不了名啊！打几个字要这么久？你一分钟打几个字？考试了，考试了。
一分钟打几个字？哎、欸，那个如果下一个猜这个的，发现有只人、欸，不对，我在讲什么？算了，没事。杀回。好了。你要多久？要多久？猜完要按那个按钮。按按钮，猜完要按。哦哦，旁边有按钮，你知道吗？哎、欸，为什么不？嗯钻石钻的，你迷路了，迷路。你猜完了吗？哦，我猜完了。啊！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啊，路易？谁会这么多啊？怎么又是我？好，等一下，怎么又是你？你这题目又这么奇怪啊？我，你不要问我，你不要问我，那是法师盖的。你不要问我，你不要问我，我的很奇怪啊。什么？这个怎么盖啊？等一下。欸、各位观众，你们看到、哦、这就是你们心目中的女神写下的答案。不是，那不是我，那是法师盖的。我都不敢买一个都是女神，哪有那么多我啊？赶快撇清责任！我靠，不是，这怎么盖啊？这太好笑了吧？我是照样猜。不是啊，我有人怀疑人生了，我觉得。不要不要，你是在我前面吧？这个应该是你写下来的答案吧？怎么？怎么啦？对，没有吧？我后面不是法师吗？所以你前面是我啊？哦，哦，所以是我的题目是给你吗？我想一下要怎么干、啊。看号码是没错啊，对啊。你的前面不是巧克力吗？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对啊。哦，所以你拿着我的题目。就是你猜完就是我盖，你要怎么盖？很正常啊。我不会盖那个东西耶。我也不会盖那个东西耶、欸。哦，这应该是摇啦，这应该是摇的，摇猜的。也是不对。比较糟糕啦。对，摇猜的。你是节奏比较糟糕。我们比较小的。不是，我这边还需要比较大的哎、欸。比较大的。是我比较大的。你去问远远啊。我不清楚，我不清楚。我你干嘛在吸什么？他不行啊！不是因为这个，我真的真的，你等一下看就知道啊！真的是盖这个，有点母汤耶，这个。哎、欸，我忘记东西丢去浮空会不会消失？会吗？应该不会吧？啊！可是你至少让下一棒看得到啊！下一棒你要快一点啊！我这可能就要打个马赛克、欸，怎么办？还是我放你又在开车了呀？不是题又开车，为什么这里要开车？题目问题不是我，等一下就看到底是你的问题还是题目问题。等一下看，等一下看，好不好？这题目那个要曝光一下。布丁 game 有合家观赏吗？没有。哦，好。哎、欸，等一下到底谁是主办人啊？因为有了泱泱，我们都没办法合家观赏了。看我，这次比较特殊吧？哇，天哪！我为什么要来盖这种东西啊？一点都不……啊，算了，不知道。不是因为这个，真的是……哦、天哪！你们都有听到啊？那个姚来嫌弃哦。我是不是你，等一下自己看远远猜了什么？不是，他真的盖了那个。那个。那个？可是我。那個其实我比较相信屁孩不会出盖这种东西耶、欸，是真的啦、yeah. 哦，真的吗？原来你们真的有信任基础哎、欸嗯，巧克力很难打路喽。不是，小怪把赶快把法师带走啊！因为他真的是不会，跟我来吧，没事就好。法师在我的地位都没了哦。今天都跟我说法师的事情，我好难过、哦。恶心。嫌弃，不是因为他真的不是一个随便会开车的人。你的法师吗？对，毕竟跟你不同、啊。就这样啊，跟你不同。他对你不开车啊。我在谁开车？我现在到底要听什么？哎呦，那应该可以了吧？哎、欸，对耶，那我干嘛这么累啊？对你不开车，对谁都开车。我的天哪、啊！希望有人看得懂这个。接下来就是干那个。你是心累了吗？你问谁？
你呀、啊，你刚刚叹了一口气呢。哎，还好啦，没有合到。只是觉得很好笑，我有点对不起。如果下面一个猜到的是女生，我真的要先说对不起。盖得很好吧？好，就这样吧。好像太高了哎、欸。哎、欸，你换我第一个，太棒了！你怎么那么快啊？因为这个题目还蛮，因为那个很快啊，蛮有画面的。啊？这个题目很有画面啊。因为每天都被烦恼，是不是？到底啊？所以很有画面。很有，好像还怪怪的。这句话。明明很正常、欸、对耶，为什么观众说母汤这样还蛮 OK 的吧，可以啦，这个很正常的题目啊，盖出来也很正常啊，应该啦，需要打一下马赛克，又马赛克，为什么你不要打马赛克？为什么你盖的建筑都需要打马赛克？不是啊，真的有点需要啊，有点炫耀，为什么？不是啊，好奇怪哦，你才奇怪。谁啊？哇！然后一完成就狂按呢。我刚刚最慢的，现在这么猖狂哦！对啊，直接枪爆大家！我天啊！没有，那是针对咬下去。